早上好啊，今天带你们去见我一个很要好很要好的闺蜜。穿这个，我们一年多没见了，所以我可得打扮得有精神头一点。我们分隔两地，各自忙碌，但是又互相牵挂，积累了好久的思念终于可以见面了。她一直喜欢我活泼可爱没心没肺的样子，我也喜欢优雅大方热爱生活的她。看着去年的合照，我发现四季在变化，而我们的友情一点都没有变。 Morning， 早上好啊，今天我们就要开工了，那可要穿得好看一点，然后做点小零食给同事们带去吧。在猪猪小姐姐那看的有手就会的棉花酥，棉花糖放进烤箱120度烤30分钟，然后用各种果干把它压进去，放凉了就脆了，很简单吧，颜值还很高嘛。不说了不说了，第一天上班可不能迟到。Good morning， 早上好啊，今天来说一说女孩子出门前都在干什么。首先当然是洗香香啦，洗完后在治愈的香味里换一套漂亮的衣服，还有晨间的护肤也很重要哦。如果是件重要的人，那肯定能化一个精致的妆。如果你发现你的朋友打扮得美美的，那说明你很重要哦。所以这就好啊。哦好，今天天气这么好，换个小裙子带龙龙出去溜溜。那龙龙也要穿小裙子，走，我们去给她一个惊喜，新裙子好看吧。准备出发。不知不觉龙龙在我身边已经3年了，按狗狗的寿命来算，龙龙已经30岁了。那在龙龙的世界里，我是不是一只可以活500年的精灵？